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味厨娘，丝瓜滋养皮肤，健脾养胃。赶上丝瓜上市的时节，我们一定要把。再加入开水，记住一定要加开水，那样汤汁才会更加的奶白。加入开水之后让它煮开，煮开之后加入刚才的丝瓜，轻轻推动让丝瓜煮开。煮开之后再加入一勺食盐，白糖，把刚才泡发好的粉丝加进来，再轻轻地将它推动，开大火煮开。
煮开后再往里面加入一点枸杞点缀一下，再开中火炖一分钟，这样汤汁才会更润白浓稠。煮一分钟之后再来点胡椒粉，这才是汤品的灵魂一味儿。我们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准备开吃啦。好了，这样一道鲜美的丝瓜鸡蛋汤就做好了，营养丰富，健脾暖胃，非常值得为家人收藏安排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喜欢的话就点赞收藏关注我吧，下期视频再见。